好的，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比赛啊。就是刚刚我们这个三号台的直播选手啊，不是这两位啊，突然间换了两位选手。那么现在这两位选手是小刘闯啊，来自葫芦岛的小刘闯对乔治，乔治是来自内蒙的。那么小刘闯也是比较郁闷啊，这个虽然是之前的昨天到今天的这个首日的资格赛全胜，但是呢由于他的积分小分稍微少一点，所以呢没能晋级到正赛啊，所以是比较亏的啊。小刘闯我对他比较熟悉啊，也是好朋友。那么小刘闯之前是打斯诺克的啊，但是也是在深圳那边，所以我们比较熟了。刘闯呢也是去，哎，这个线路非常的漂亮，刚刚好从这边，但是中间的这个四号差一点点 K 倒没有 K 出来，翻带是有机会的，翻带，嗯，翻进的话刚好可以来打六号。感觉小刘闯这个打的有点随意啊，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啊刚刚结束的比赛没有进到正赛啊，受了点影响啊。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没有打进正赛呢？因为是总共呢是取七位选手，那么这个总共进八强的是有八个人，那么这八个人里面看小分，谁的小分最少，那么还要再淘汰一个人，这样来选出七位选手进正赛。所以呢这个小刘闯也是比较郁闷的啊。那么女子选手同样是这样的情况，女子选手的话第一天的这个正赛名额是三个，那么四强选手里面需要这个淘汰掉一个小分比较差的，这样也是要被淘汰的啊。我们这次会外赛啊，国内组男子两天取15位选手，女子国内组的女子两天取7位选手，所以呢，它不是一个双数啊，它是一个单数。那么这个规定呢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小分啊，最后前几名，然后来看这个小分。确实挺辛苦的，辛辛苦苦打了几场比赛都赢了，结果还是没有进正赛。那么明天就是双数了啊，明天男子组的是选8位选手，女子组选4位选手。那么乔治啊，好球啊，这一杆比较准啊。乔治来自内蒙的，这个名字有点像国外选手的。国内选手的资格赛是三天，那么是6号、7号、8号，国际组的是9号、10号、11号，然后12号休息，13号开始进入正赛。正赛男子组总共是64位选手，女子组32位选手。
来看一下 K 一下15，直接 K 进了哈，这样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那么理想呢。现在剩下这两颗球中带，右边中带似乎是没有下的，小刘闯放弃了职业斯诺克的比赛。小刘闯之前也是在英国打了几年的斯诺克比赛，放弃了英国斯诺克的比赛职业，那么回国来参加这个中式啊，现在也是专门打中式八球了。现在 CBSA 的排名是排在了第10，乔治的排名应该是比较低的。目前我在这个 CBSA 的排名上面没看到他的名字啊，132以内。但是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排在看到了107啊， CBSA 的排名107。一个排在第10，一个排在107。希望刘闯不要受今天没有晋级的这个影响啊，好好投入到这一天的这个资格赛当中啊。刚刚没有解到四号球，给对手一个自由球，这样的话那个直接选择摆球了。小刘闯0-1落后，小刘闯啊，李岩啊，这些都是之前在广东和深圳然后练斯诺克的，现在李岩和小刘闯都打中式八球了。这次会外赛取的选手并不多，所以只分成两场啊，男子每次7位啊，今天7位，明天8位。冲球没有球下，小刘闯呢是这个有着斯诺克的功底啊，基本功还是非常好的。来看一下选择花球，10号中带。那么这边来看一下乔治，乔治可以来选择小球啊，小球来 K 一下，K 一下中间的1号，最好能把它 K 出机会来。看不清楚啊，1号左下角地带有没有下，
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晋级的啊，中午打完之后已经有晋级的，今天晋级的选手是，男子选手是吴昊、杨帆、董毅、乔凤伟、王云、龚海峰、李赫文、金旭东。那不对呀，那今天进的还是八位啊，不知道这个名单是不是有错啊，还是八位选手这上面写的。那么女子选手晋级的是张晓彤、于金鹏、景思雅。第一天的会外赛女子只选三位选手啊，第二天会选四位。这一杆推杆力量又是小了，13号的角度啊，这样看看是不是要来 K 一下1号和14号。不 K 直接来打。现在一号应该还是没有啊，除了这个左边中带啊，一号左边中带可以有机会。感觉三号这个角度叫的不太理想。应该三号可以叫一个反角度。这个角度一个小低杆。中带的一号。那么现在关键点再看一下八号两边的底带是否能通过。如果能通过的话，就最好是一号叫四号，然后四号叫六号，这样子来连接。这一杆明显打的是这个比较虚啊，力没有打实。这一杆一号明显是力打虚了，导致这个母球也是走的比较多的。小流程还是没有能够打进啊。这个八号这么看的话，应该是右下角底还是有下的。这个四号可以拼一杆啊，拼进之后呢，一号，感觉乔治还是有点紧啊，这个发力要么是软了，要么是比较硬了哈，这杆发力还是偏硬了。错哈，这个选择。那么现在看一下打十四号需不需要来 K 一下11号啊，低杆的右塞啊，来 K 一下。哎，好球啊。先打12号。
中干弹翼库，是一号的中带，角度稍微走大了点，所以绕库三库，好球。好，现在是两局结束之后呢，是1-1。那么比赛赛制是13局7胜，男子的都是13局7胜，女子呢是9局5胜。比赛赛制是采用轮流冲球制啊，所以呢单数局是小刘闯来冲球，有球下，来看一下连接球，连接球也是不错的，小花啊小的和花球都是有的，小球是不错的，这个打中指八球的这个冲球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，冲好了很有可能就炸清了，这一局就拿下了啊，冲不好的话还是需要还要防来防去或者是对手接清，相当的重要。这个小刘闯也是打得比较快啊，推两库，黑球的中带，这盘球确实炸完之后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球型啊，也是这局球打的也就有没有两分钟，也就两分钟吧，结束了啊，小刘闯2-1。感觉平时小刘闯打球也不慢的啊，但是没有今天这一场球这么快啊。那么男子会外赛总共的人数是128的话是需要打四场，就连赢四场然后进到八强，那么选七个人的话，那么八强之后呢还要看一个这个技术统计最差的，然后还要被淘汰掉，所以真的是比较辛苦的啊。来看一下，选择的是小球，小球现在是五号是一个难点啊，这是要来打四号要 K 吗？好的，四号非常的准啊，但是五号没有 K 出来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K 啊。斯诺克出身的选手啊，准度没有问题。留下了一个七号来 K， 当然这种 K 球是要看运气的啊，也要看看运气。哎，
这一杆主要精力放在 K 球上了啊，并没有，还是打得太快了，主要精力放在 K 球上了。那么乔治这边的花球呢，也是有两颗需要 K 开的啊，14号和13号。这一杆是有机会的，吃一破，轻轻 K。K 的点不是太理想。13号推球，推进，但是力量还是小了。这是要来拼10号啊，10号是需要推进啊，推进有9号，借8号进，感觉乔治这位选手还是稍微有一些紧张啊。但是出杆上有点变形，那么现在叫的这个角度哈，是因为应该是12号吧，中间还有一颗12号，12号的左边中带没有下，那这样子的话14号来叫啊，叫个底带，那叫底带的话也要小心啊，这个12号留下的一个角度也是比较关键的啊，因为8号在上方。看看是不是直球，如果直球的话3号是不会影响到啊，直接推下去就好了，直接推下去，天哪，3号应该是没有影响到的，可以推，但是这个推差的不少啊。小刘闯的这个整个击球的动作，这一系列的还是斯诺克的姿势啊。来看一下，1、2、3，绕库回来，4库。小刘闯3-1领先。乔治这局很可惜哈，最后一颗球叫的其实角度已经不错了，这个几乎是直直的啊，没有推进，还是因为这个稍微紧张，这个人稍微紧张的话，他的这个手臂发力啊，他发力是会偏软的，所以我们看起来是这个，其实力发不好的话，这个
五球在击打到这个目标球上的话，这个也会有变化的。原本可能你瞄的是对的，但是你这个力没有发好的话，那有可能会飘掉，那么导致这个球不进啊。3-1，第五局，刘闯冲球，中袋有球下，底袋也有，来看一下，也是比较散的，而且花球小球都是有的选择。感觉又是一个炸青的球形啊。花球都在上方，底下有一颗。13号叫一个，这个角度，然后两库出来，还是叫同一个底带。又是一杆非常简单的青台啊，速度非常快。那么两杆炸青都是速度非常快啊。4-1领先。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比赛啊。这场比赛是男子国内组男子会外赛的第二天的比赛了，第二天的第一场，两位选手是小刘闯对乔治啊。小刘闯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，来自锦州葫芦岛，乔治来自内蒙。那么小刘闯的 CBSA 的排名，中式排名是排在第10，乔治是排在107。这一局冲球有球下，目前的比分呢是小刘闯4-1领先。看小刘闯的表情呢也是比较郁闷的啊。那么男子同样也是哈，昨天打了3场比赛，今天中午12:30是晋级赛啊，4场都赢，但是没有进征赛，这个想想确实心里这个。看看乔治这一杆，选择翻袋，翻进之后呢，来叫14号。这个翻袋的角度应该是发力来翻啊，发力。14号比较直，第一杆吃一库，来叫10号，右下角的底带。这个第一杆没有拉动啊，应该是吃一库来打10号，右下角的底带。还是这个力上啊，这个力上总是给的不够好。完全是触杆已经变形了啊。那么小刘闯的这个小球有一颗3号啊，3号。
打进七号。如果想要这一杆制胜的，想要清台的话啊，待会儿想好用哪一颗来 K 啊。直接来叫球看看。二号的这个角度怎么来 K？ 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两库应该还是，因为我们现在看不清楚这个二号的角度大不大啊。如果角度允许的话，两库还是有机会 K 到11号的。你看一下，两库，看来这一杆他是想直接叫的啊，两库想叫，三号。想叫三号左边中袋的，13号来 K 一 K 也是可以的啊。打的还是比较犹豫的啊。10秒。看看11号有没有下。其实这一杆刚刚清 K 就好了，K 的力量还是有些大的。传15，传11。那么，这个很尴尬啊！传完之后，这个母球的位置停的，现在是没有办法来进攻了。实际上，这还是打得太犹豫了啊，就是显得没有什么信心。有信心的话，其实哪一种方式啊，包括他刚才想的，他应该想了好几种方式，其实都是可行的，应该啊，主要是这个总是在犹豫。这一杆也是没有放好啊，本意的话应该是想这个挡住袋口啊。那现在三号虽然右边底袋没有下，但是左边底袋是有下的。可以看一下六号直接来叫三号。这颗球应该会先叫三号的啊，先叫三号。好球。号球可以推杆两库，或者用低杆都可以，看看自己习惯的杆法。哇塞，还是选择用低杆了，而且拉回来叫中袋啊。这个，本来我想他应该是可以低杆，其实一点低杆就行了，离开库边，然后打一个左边底袋啊。没想到直接给拉回来叫中袋了。
小刘床现在是5-1领先，13局7胜。那么所有国内组的男女组，国内男女组明天都会全部结束资格赛，那么后天开始的就是国际组的资格赛。小刘闯的冲球不错啊，两颗球下，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只能选择小球来进攻，当然小球不理想哈。没有打进。小球刚刚被 K 出来之后啊，四号被 K 出来之后看起来也还可以啊，那么因为花球的话也是有一个13号是在库边死球，也不算很死，如果有机会叫中带也是也是一个活球。留下5号来 K 一下3号。哎，这个 K 的位置啊，非常不理想。9号中带，推进，再来看11号，11号打进之后能不能带一带13号，看看，没有 K 到。实际上这个13号刚刚说过了，可以有单叫的 K， 哎。现在是有中带了哈，但是10号打不到，只能打12号了，比较薄。哎，又把13号给 K 到库边。还是打的比较随意。防守一杆，这杆防守可以说6号打得稍微厚了一点，稍微再薄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扎杆想解12号的，这个赛已经先出来了，打中有4号，打中3号。1号中带可以打，但是最好是能来叫6号啊。最后用3号来连接8号。6号低杆打进弹出一点就可以了。
选择的是稳稳的推进，也可以。那么三号的话，三号如果不想控制力量，想这个力量发的更实一点，可以选择啊左塞两库来叫八号球的同一个底带啊。嗯，因为两库的话不需要收力嘛，如果要打叫中带的话需要收力啊。哎，这颗球还是想收力啊，还是来叫中带了。但是看上去打得真的很虚啊，看上去很虚。这个出杆看着怎么那么不踏实呢？嗯，乔治追了一局啊，2-5，目前的比分是小刘闯5-2领先。第八局，乔治冲球。乔治的冲球挺突然的啊，运着运着杆，啪就出去了。就说这个冲球的环节啊，还是刘闯要好很多。冲球没有球下，不过呢，这个球形还是比较乱的。最怕的球形是什么呢？这个冲球冲的比较散，然后没有球下，直接给对手。看看这一杆能不能带开，好球。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难点啊。嗯，这是防了一杆啊，也不去进攻了。因为下方这边还是有难点啊，先不着急进攻。来看一下，这是打14号，然后把这个4号给带进。嗯，还是比较犹豫啊，实际上这个想法是可以的。即便是留在这儿的话，他能看到小球，但是也没有办法进攻啊，可以的呀。还是选择把9号打进，其实打进也没有什么意义嘛。那现在14号看看能不能把4号给挤出来呢？还是选择把4号给带进。这个，那么刚才如果9号还在的话，这个小刘闯是打不到这颗球的。感觉还是带着情绪的啊。
确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啊，一位选手打了这么多场比赛然后是全胜，结果是因为小分儿，小分儿结果是被淘汰掉，所以确实很难理解啊。这是刻意叫了一个角度来 K 十号，十号和那个是十几号啊，十二号吗？十号和十二号，如果 K 的好的话，两颗可以都 K 出来。看着感觉还是十三号的角度留的稍微小了一点啊。一杆来 K， 是把这颗花球 K 出来了，但是八号呢？八号中带应该还是没有的啊，底带倒是有，有也是相当难打啊。这个乔治的发力实在是太虚了，都是飘的。八号呢，待会儿可以叫一个翻带的位置啊。八号这个位置可以翻带。十一号如果是直球打一个定杆，刚好可以留下一个角度啊，来 K 八号。比较直哈。这样的看看这个角度好像留的又是有点偏小了啊。有点偏小的话像刚才说的啊，可以来叫翻带也是可选的，翻带这角度是15号偏小，还是来 KK 看看。K 是 K 到了，但是依然是一个非常难打的底带。看看这杆球是防守还是进攻吧，如果选择进攻的话，一旦不进啊，剩下的两颗那么对手也是比较好打的，所以说看看直接翻底带啊。好球啊，直接翻底带，当然也是带着防守的啊，要连翻带防。这样又追了一局啊，3-5，目前的比分3-5。小刘闯5，乔治3。
还是要认真比赛吧，因为这个今天是第二天的这个会外赛了，那么只有两次机会啊，如果今天再输掉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正赛了，所以还是要认真的重视一下。有球进袋，哎，应该会选择小球了，因为花球有一颗12号在8号旁边，选择小球，可以完之后看看。那么7号是有单下的右下角底袋，主要来看看1号怎么解决。先叫3号，3号的话是走6号，推一库。看看力量。这个角度倒是可以 K 开啊，一号可以来叫中袋，左边中袋也可以啊，轻推啊，轻推啊，右边中袋有吗？可能是这个 K9号 K 的薄了吧，滑过来了。中袋有没有看看啊？没有啊。底袋呢？这瞄的应该是底袋啊，看看有没有打后了吧。实际上刚才的本意应该是轻轻 K 一下啊，这个 K 到九号 K 薄了，所以母球滑的有点多了。母球滑少一点的话，这个一号左边中袋或者是一号右上角刚刚的底袋啊，都要更好一点。那么这一杆看看啊，是防守啊，12号，然后来做斯诺克。10秒。但是这么打12号的话要小心啊，小心不要12号这个 K 到8号了。想了想，这个位置确实如果打12号的话是不太合适的，很容易 K 到8号。这个位置依然是不太合适的。实际上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，这样八号还是有下的。这样自己的12号没有办法进攻，那么对手的这个，对于对手来说，这个8号还是有机会下的，所以刚刚这一杆的处理不太理想。还是因为刚刚那个角度打12号不太好处理啊。这是船吗？这是把11号往这个8号这边来推啊，看看
八号依然还是有的下的，如果停到最底库。球形完全这么处理的话，就把这个球形给打得太黏了啊，就应该把十二号打走就好了。对于我是打斯诺克出身的，所以我打这个看着这种球形就会觉得头疼啊，就是黏来黏去啊，推来推去的。这是刻意在往袋口推啊，反正就是往袋口推，不能打进。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叫，如果能有角度叫到八号的话，肯定会来进攻了。这终于是把这个八号给封上了，这样的话是形成了僵局。那么僵局的话，就是两位选手同意的话，可以重新来摆。那么比分还是定格在3-5，啊，这一局形成了一个僵局啊。那么到最后的话，这个乔治有两颗球在八号球旁边啊，所以他也就是这个办法也是比较好啊。到这个时候，干脆僵局，把八号给封死。如果没有僵局的情况下，刚刚那个球形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啊。这一杆冲球非常的散啊，但是没有球进。这个想法非常的有意思哈，这个因为不太想选择花球，所以呢选择了，当然花球直接是有的打哈，有下的不去选择，然后来选择小球，因为小球会比较好，所以选择一个克拉克的打法来打六号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你一旦没有打进这个六号，这个机会是让给对手的呀，也就是说这个选球不管是能不能这个对手能不能清台，但是这个选球的机会是让给对手了呀。现在主要是看看七号，我看不清楚有没有下。但是有下的啊，是稍稍打薄了一点。当然，这个15号刚刚应该是影响到了一点袋口。
十秒。打二号的左上角，然后打进之后应该会把这个十号给带开。嗯，十号直接给带进了。嗯，这母球走的位置运气不太好啊。看一下刘闯这一段是怎么来处理的。十秒，也是中带不知道有没有下啊。难道中带刚刚是有下的吗？哎，这个刚刚乔治这一杆是想打九号的时候是借四号下啊，因为借完之后有机会把对手的四号给打到库边上，结果呢是借的太厚了啊，是没有借进，想法是好的，但是没有做到。嗯，那么刚刚我们的那个名单确实是有点问题啊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晋级的名单啊。晋级的男子选手是董毅、乔凤伟、金旭东、龚海峰、吴昊、王云、杨帆。好的，这样是小刘闯6-3领先，6-3领先。小刘闯还是先拿到赛点。之前我们说八个啊，之前我们说的名字是八个，确定今天晋级的是七个啊，已经晋级的七位选手：董毅、乔凤伟、金旭东、龚海峰、吴昊、王云、杨帆。那么晋级的女子选手是三位，是张晓彤、景思雅、于金鹏。男子组今天第二日的会外赛取八位选手啊，女子组今天会外赛取四位选手。
之前乔治冲球都是放在边上，放在边上冲球，发现这个冲球的效果不是太好。那么现在是放到了中间啊，这一杆还是没有冲进。看看这个球形，球形也是比较乱啊，左 K 右 K。推底带，这直接是推带口啊。小刘场的这个想法是灌底带，如果能借三号进的话最好了啊。借不进的话，希望可以把三号借走。这个比赛的规则是，只要是有效进攻啊，只要有球下，在不违例的情况下有球下，都算的啊。就是我们俗称的晕带也会算的啊，除了八号球。刚刚这一杆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啊，本意是想叫十五号的，现在十五号应该也是有的打，但是角度相当大。十四号的中带。实际上这杆球，没有明白他想叫哪一颗啊，这个力量还有这个位置啊，都感觉不是太明确啊。让刚刚其实应该可以先叫四号的，这个顺序应该是从下往上打，因为八号在中间的位置啊，上面有三颗球。从下往上打应该是会比较简单一些啊。打中式八球这个顺序是相当的重要啊，顺序对了越打越简单，顺序错了越打越难。二号只需要推进啊，自然弹起来有三号。
还是稳定一下啊，感觉乔治还是比较紧的。十秒。哎呀，天哪，这个，这个推的太飘了啊！实际上，推杆它的力一定是要扎实的啊。虽然它是推杆，但是一定要很扎实的力推上去。今天这个乔治的力一直都是发的比较虚的啊。十号推库下来都比较简单了啊。好的，那么恭喜小刘闯7-3啊，赢下这场比赛。这场比赛呢也是男子资格赛的第二天的第一场啊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，一天之内一天要打三场啊。包括今天中午的晋级赛没有打进的话，今天可能是不是要打四场啊？然后剩下最后一场的晋级赛呢，是在明天来打啊。所以说，一定要保持这个好的体力啊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直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钟啊。今天晚上有两场比赛啊，7点和9点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比赛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，我是石春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